车要等11分钟，然后再下一班呢？那你一起下一班？应该会到我们，那这样那就等车喽。第二班。现在呢，在台南市政府等计程车，等等要直接进渔光岛的民宿，然后就要展开这两天在台南的旅程了。那我们等计程车来吧。我们住的民宿呢，要从天空潭的这一个庙进来，这个就是这一个庙，就是先定位天空潭。天公潭的后面走进来，就会发现渔光岛119号的牌子，这一条巷子呢，就可以抵达我们这次住的渔光民宿。现在要走过去喽，还蛮可爱的小巷子。刚刚就是先到渔光民宿放了行李，现在呢要走路到渔光岛上面的圆圆餐厅吃午餐。从民宿走路要到那个餐厅的路上，已经经过了10分钟，然后目前在前方还有6分钟左右的路程。旁边呢就是渔光岛的沙滩。没想到10分钟真的蛮远的哦！我看到了，圆圆，看到了，哦耶！哦，终于到了，要吃饭了。抵达，再见。哦，他礼拜二跟礼拜三公休哦。哎，从这里进去，那边走，我们进来。好，我有那个预约12点那个是半的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小卷米粉吗？对，那小卷米粉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、欸！是小卷冬，这是你的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你的海鲜冬粉，里面好像有虾子哎、欸，然后有鹅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好丰富哦，这是海鲜的米粉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多哦，有小卷，有菜，然后有虾子，有鹅啊，很丰盛哎、欸。什么叫皂基？基底的意思吗？对，答对了。皂基的意思就是做香皂的基础。做香皂，你们知道基底是什么东西吗？油吗？哎，答对了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